今天我们来开箱花都龙月夜，我们要感谢 B 站的姜饼脆脆他的蓝图，但是呢，我有稍微改建一下啦，因为毕竟有一些配方我没有嘛，然后包括壁纸啊，包括一些家居的东西。不过 anyway， 我终于把它盖出来了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我的新房子好了。按照他的蓝图呢，花了我大概3天的时间吧，把那个没有的配方抽一抽啊，然后刚好同居他有一些家具可以用哦。那我们先从哪边开始啊？我们这边呢，就是邀请大家来吃我的食物啊，都已经放很久了，有些食物都已经过期了。不过 anyway 可以吃啊，还有龙虾大餐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进门的右手边呢，会是我们的工作台哦，然后再来是可以泡温泉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不同的天气，对不对 ？OK， 然后那它这个建筑呢有3个入口，那我们先从右边这个入口，那这边呢是 OK， 因为我为了充建筑分，所以我这边全部都柜子啊。但是因为这个家具也很多啊，可以看出来这个家具，我现在是塞满，几乎塞满的状态啊，470码还差一个，然后我的建筑是902，然后防御是39，它全满是78，那我建筑总分是13900，那我预计应该可以到14000或15000吧。OK， 那就是稍微装饰一下，在旁边放个秋千啊。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是有这个算是它的造景，然后这里是这边算是客房，给影友睡的地方啊，2张加6尺的床，然后稍微布置了一下、喔、的一个家具，然后这边有三张不一样的高级单人的座椅啊。感觉就不一样。我想说，先从第一层开始看。第一层的话，这边呢就是会有躺椅跟那个火炉的部分，就躺在这边，就是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疗愈。我在盖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疗愈啊，虽然说那时候盖的时候是只有铁皮灰色的部分。OK， 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的餐桌啦，餐桌还有一些武器架。那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进去的。我们这边有柜子，然后有这个烧烤炉哦。那武器架呢？目前我是没有放东西。那个蓝图里面呢，这边是有放这个窗帘啊，但是我不想放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占我的空间，进不去哦。那有机会吧，有机会。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蛮好看。OK， 那我们这里呢是放我们的弹药箱哦。有需要弹药箱的影友呢，欢迎来自取，用完就没了。OK， 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，这间吧，这间开始看。那进来的话呢，是有我们的休闲区哦，有这个躺椅，对不对？秋千，然后这边是泡汤的地方哦。OK， 然后这里呢，就是我们也算是一个小型的床，是加50的吧。那我们上去看一下。那我们这边呢，会有这个竖琴哦。基本上我不会弹，你们如果会弹的话，可以来玩一下。然后这里呢，一样是有我的小椅子可以坐。OK， 然后上面呢是有这个灯可以看出去。那我们一样有这个热气球，还有游泳池。哇，它超级氪金大佬啊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要找氪金大佬同居啊，东西超多的。OK， 然后我们继续看，从这里上来呢，会进到我们的另外一个泡汤池哦。这个游泳池也是超大的，听说很难抽啊。还有这个、啊、浴缸啊，淋浴间啊，真的是重客，羡慕啊。还有这个月亮的床，然后3个不同的伸展时尚展台哦，可以换造型的，换动作。OK， 那这边一样可以看出去哦。
OK，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间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转角处呢，是这个胡桃钳夹，它可以有一些动作。OK， 那我们这间呢是算是会客室，是小型会客室，然后有些装饰品这样子。我们上去二楼看一下。那一样，这边会有个水墨的窗帘哦，然后左右两边呢都是一个窗户可以看出去的。花很多时间 ，OK，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两个超大型的家具，然后来做展示的哈。OK， 是不是还有地方没有介绍到？好像在下面，就在下面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你看到啊，有只兔子在跳舞。大家就是休闲吃东西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我跳舞的样子，不错，不错哈，是不是？这边可以吃东西啊。对不对？然后，如果这边上来转角处呢，会有鱼缸哦。然后这边可以拍个完美照，可以打卡，没错。OK， 然后这里呢，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水池吧，就算水池吧，会那个水幕控制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还不错。OK， 然后再来呢，我们的。这边呢就是弹钢琴的地方啊，然后红色钢琴弹起来就是不一样。好，他坚持要这张粉红色的床，所以就帮他放在这个位置。OK， 那这个小熊站在这个地方啊，小熊我们在外面的话是可以看到的。OK， 照一下镜子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外面看进来的样子啊。熊呢是可以看到的啊，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，这个位置，哎呦，是不是位置可以看到？哦，对啊，这个盆栽放在这里啊，非常疗愈哦。那这边呢，原本是放两棵树啦。但是我觉得那两棵树不够明显，我把它放两个高效获得的这个树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啊。哎呦，啊怎么突然有人进来啊？吓一跳！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他如果是这样拍照啊，我这张照片呢是这样拍的，拍一下。这还不好转，是不是？哦，转出来，转出来，有人挡在那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把颜色调一下，好吧？对，这样子看其实还不错看，这样看不错看。哇哦，这就是花了三天盖出来的房子。那侧面的话是长这样。OK， 那因为右下角的这个，因为壁纸实在是真的太贵了，干脆直接把它盖墙壁啊，这样我两边都不用贴图了。OK， 然后绕过去。OK， 那这个呢，这个凉亭呢是有稍微做修饰的，我不晓得是不是跟原版的一样，但我觉得这样实在不错。我原本的构想是说，它因为它这个是有加高的，所以原本是想说下面呢可以放火车。家具之类的，结果发现好像蛮占位置的，就算了。大概的外观大概是长这样子。OK， 感谢各位的收看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间房子呢，帮我按下大大的喜欢。如果想要知道呢，这个这间房子的蓝图呢，就在 B 站，好不好？搜寻我的标题就可以找到了。那以上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哦，拜拜。